分享天主圣言，常因生命之泉。下面为大家分享你们给他们吃的吧，请大家聆听常年期第十八周星期一福音，恭读圣马窦福音14章13至21节。那时候耶稣听说若翰死了，就上船独自一个人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去了。群众听说了，就从各城市走来跟随他。他下了船，看见这一大群人，就对他们动了怜悯的心，治好了他们的病人。到了晚上，门徒来到他跟前说，这地方是荒野，时候也不早了，请你遣散群众，让他们各自到村庄去买食物吧。耶稣却对他们说，他们不必去，你们给他们吃的吧。门徒对他说，我们这里除了5个饼和2条鱼，什么也没有啊。耶稣说，你们给我拿来。然后他吩咐群众坐在草地上，亲自拿起那5个饼和2条鱼，举目望天，赞颂了，把饼分开，交给门徒，门徒又分给群众，众人吃了，也都吃饱了。门徒把剩下的碎块收拾起来，装满了12筐，吃的人除了妇女和小孩子之外，约有5000人。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主内的兄弟姐妹，5饼2鱼的故事呢，我们大家可以说是非常熟悉了。这些天我们也前两天才读了这一段福音，当然是不同的福音所记载的，但都是关于5饼2鱼的故事。我们看到在这段故事当中，耶稣呢，他下船之后看见一大群人，就对他们动了怜悯的心，耶稣就治好了他们的疾病。这些行为呢，都表现了耶稣的一个爱啊，耶稣的怜悯的这种心。后来呢，我们看到门徒们过来给耶稣说，哎呀，把他们遣散走吧，让他们到村庄去买东西吃。可是耶稣却给他们说，你们给他们吃的吧，他们不必去。这一下可就让门徒们做难了。他说，我们这里除了5个饼和2条鱼，什么也没有啊。耶稣的确给宗徒们一个很大的难题，你们给他们吃的吧。宗徒们说，我们除了5个饼2条鱼，什么也没有啊。这里也强调了，我们只有这么少的东西啊，其他的什么也没有，怎么让我们去喂养这么多的人呢，成千上万的人。耶稣也没有再回答他们，只是告诉他们，你们给我拿来。耶稣拿过这个饼和鱼来之后，举目望天，赞颂了，把饼分开，交给门徒，门徒又分给群众，群众吃了，也都吃饱了，然后收拾碎块。我们看到这一系列的动作，首先我们看到耶稣他让门徒们把饼拿来，拿来之后他就进行祈祷，举目望天赞颂了，这是一个祈祷的行为。祈祷之后又分开，把饼分开交给门徒，又通过门徒的手，门徒又分给群众。这个分，我们知道这是一种分享，本来是5个饼2条鱼，通过宗徒的手分享之后，却是越分越多，越分越多，竟然是5000男人都吃饱了。这不包括妇女和小孩子，如果加上妇女小孩子的话，至少还得要加上5000人，也就是说有上万人。耶稣显这个奇迹肯定让大家感觉到不可思议啊，但这不是魔术，这是真的。耶稣通过门徒的手，门徒分给群众，然后众人都吃了，那么吃了之后呢，都饱了，饱了还有剩余。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愿意把他的恩宠通过宗徒的手分食给众人。因此我们必须要明白的，因为耶稣把很多权柄都交给了宗徒，尤其是在他升天之前，把一切的权柄完全交给了宗徒。耶稣建立了教会也是通过宗徒，耶稣愿意
宗徒或者是教会把这些恩宠继续传递下去。可是有人说，啊，我们不用通过教会，不用通过其他人，我们可以直接和耶稣对话，可以直接到耶稣那里去。说这样话的人本身就根本不了解耶稣为什么建立教会。如果说耶稣没有建立教会，那么今天我们能听得到今天的福音吗？我们恐怕是听不到的。正是因为有了教会，我们才能听到耶稣的福音。所以那些说不需要中介啊，直接可以和耶稣讲话的人，那就是福恩忘义的人，不真正的了解圣经。我们看到耶稣所做的这些行为，他是通过祈祷，通过赞颂和感恩，把这些饼交给了门徒，他把饼分开交给门徒，门徒又分给众人，这些完全是一个分享的行为。这些饼通过分享越分越多，越分越多。天主的恩宠呢，本身就是无限的，越分享越多，越分享越多。耶稣其实也愿意我们彼此去分享，分享我们的所有。这是为什么在讲公审判的比喻的时候，他说，我饿了你们给了我吃的，我渴了你们给了我喝的，我无衣蔽体你们给了我穿的，我坐监或者生病你们看望了我等等。耶稣讲的这一切呢，实际上就是在讲一个分享。这个分享的行为本身就是一个爱的行为啊，人不要自私，自私的人是升不了天堂的。只有有爱心的人才能升天堂，因为天主是爱。如果人一个人有自私，那跟爱是格格不入的，所以没有办法和天主合而为一，没有办法到天主那里去，因为天主是爱。这里的分享本身就是一个爱的行为。耶稣怜悯众人，那我怎么怜悯呢？是治好了他们，现在又保育了他们。所以说耶稣的行为都是爱的行为，耶稣也愿意把这个爱分享下去，所以他交给宗徒，宗徒们又分给群众。这种分享，大家一定要知道，这里单独分享的不单单是饼，更是天主的恩宠。而且我们也知道，五饼二鱼的奇迹呢，也象征着这个圣体圣事，而圣体圣事又是恩宠的根源。所以主内的兄弟姐妹，我们要记住这些，分享是非常重要的。当分享的时候，不会越分越少，而且是越分越多，越分越多。最后呢，众人都吃了，而且吃饱了。通过分享，每个人都可以满足，人人没有人缺少，没有人缺少什么。这正如在《宗徒大事录》上所记载的，教友们聚在一起，他们把自己的东西拿来，然后分享给众人，没有人贫乏，没有人匮乏。真的，当都去分享的时候，这个世界上才会没有穷人。只有那些自私的人不愿意去分享，他去囤了 大批的货物的时候，不与人分享的时候，才会有穷人的出现。通过分享，众人吃了也都吃饱了，还有剩余。其实今天这个世界上的出产也好，所有的东西，无论是粮食或者其他的所有的资源，足够世界所有的人去享用的。如果人真正的去分享，足够人去享用的。可是呢，我们知道有些资源被极少数的人一权谋私被控制起来了，这样才造成了有了穷人。如果那些人不自私，愿意和人去分享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上的穷人也会吃饱，也会吃饱。我们看到无论是国外或者是国内，都有一些垄断的现象。这个垄断本身就是资源的垄断无论是水电煤公路电讯等等这些垄断之后呢，它的价格也被控制了，这样就无形中就造成了极少数人享受利益比如说在这个医药方面，有极少数的人他们享受最好的待遇。一个人呢，可能一天的花费等于普通老百姓几百个人的花费，这就是资源的不共享而导致的。本身天主愿意人去分享，资源共享一切都去共享。如果这样的话，这个世界上就不会有穷人了如果这样的话，人人有这样的爱心，这个世界
才能够变成一个美好的人间。